老婆，来个八爪鱼。哇，这么大大包头啊！只要你喜欢吃，我天天我都做给你吃。哎我去，小两口，你这做的是啥呀？闻着正香，这一锅得不少钱吧？大哥，咱家有船，一包海鲜10块钱。真的假的？那你给我来100块钱的。100块钱，你肯定吃不完。100块钱还能有多少？不就才那几包吗？嗯，我来给你介绍介绍啊，老公啊，先别吃了，快上台去，太香了，好吃。来，大哥，这是咱们家扇贝肉，三包大哥带红扇贝肉，三包的鱿鱼脖，底膏400克，两包深海章鱼须，两包无壳乌泥沙的花甲肉，再来上两包称王肉。等一下。今天给咱点红星的哥姐再送2只黄金鹅包肉。那行，满满一大箱子，一共14包，只需要2个9，还包邮呢。哎呦我去，这么多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